重庆人，站过来点。这火车都是停的，电也没了。Oh my gosh, what happened? 天哪，撞得挺严重的，都掉下来了，整个电线杆都掉下来了。过了大概，不知道多少分钟了，有人开始在处理了。这个线都掉下来了。